啊！哎，你都唔知啊？我唔知诶。很棒露营区哦，这里可以控油，但是因为热河不能控。这里可以游泳，但是因为热河没有要游。这个地方叫海管楼，然后呢，你来这边呢，因为你有预定的话呢，就开始做一些 check in 的定位的动作。然后他车上呢，就会帮你插旗子。旗子，红色旗子。哎，红色旗子，你看。哎，插上去之后呢，表示哎你是有自己的露营区的。我们现在的三个车位分别要停在三号帐篷、四号帐篷、五号帐篷。这种天气，硬要录。但我觉得我们选的营地已经很好了，好不好？专门帮你穿便便。哦，打板啊，对哦。哇，我们专属的这个，我们每一个帐篷外面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对，车子外面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空间可以使用。然后在这边，如果说因为它也有就是公用的烤肉区啊，如果你不要跟它人挤人，你可以自己有专属的烤肉区。六日今麦就拍定哎嘞，真的那个点有不简单啊。这一两年滿，而且这一两年那个露营的那个风那个很盛行。风气，对啊，我们晚上的家耶，露营车。我最想要住露营车了。哦，这个是六人房哎，哎，真的哎。对啊，你来看，这里有个小客厅哎，小小的客厅，还有电视，还有冷气哦。对，啊，这间主卧室。哇，哎，而且贴心，现代人床头一定要什么？哎呦，插座。插座，哇，这个贴心，正点。哎，这个是可以开的。哦。这等于说你睡到早上的时候，刚好阳光打进来叫你起床、啊、如果你们自己有带小朋友来，小朋友看到这个画面也都疯掉了。哇，这是小朋友的秘密基地耶！好嘞，哇，睡睡睡，哇，睡睡睡睡睡，哎，都有自己的电灯呢。哎呀，加速心哦！啊，露营区还可以洗澡哦，可以哦。哇，哇塞，哎，它那个马桶还是免治马桶。哎呦，露营区它免治，哇哇，好高级哦。好小巧精致哦，这个是情侣房啦，对，它就是两个人住。哎，其实小的有另一种感觉，躺进去就是两人小世界啊，对啊，很棒，很棒哎，啊，好浪漫啊，下雨天雾雾的，可以看山景啊，你就负责笑啊。请问队长，我们现在要去哪？队长，现在带那个大家呢去喝个下午茶。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啊，不然呢、啊，这边拍照其实很漂亮。你们看，这就是自己带帐篷来搭营地的地方。嗯，好惨，现在都没人，好惨。还好他们还有这个位置咯，对，还会看到我的用池咯。你的用池啊，在那里咯，现在下雨咯。饿了，好台味哦，好台味的披萨，因为它放九层塔，就真的很台味，很台味，好像真的很像炒过一样。各位，万里的汤底，哎呀，哇，你敢黑嘞？今天我最后一缸买的。太澎湃了吧！火烤两只哦，波士顿大龙虾哦，等等，还有刺破鱼哦，被你刺破的鱼哦，姐姐，哎，可以烤肉哦，也有火锅哦。我没有想过露营可以这么奢侈哎，高级露营区呢，哎，晚上整个都热闹起来呢。我还想说晚上烤肉就是什么吐司夹肉片啊，这种看一下这边的肉，吐司夹肉片那个是中秋节烤肉，这个像韩式烤肉。真的，厚的厚的肉，三盏的，还有木青帮我们服务耶，帮大家烤五花肉，好，谢谢，哇，你好棒，先热个油锅。你们可以那个烟不要飘过来这边吗？外面下着雨，然后我们在里面这样烤牛肉也不错哎。
如果是两个人假日来的话是6600块钱，那如果是六个人的话是15000，然后有包这些菜，然后还可以去那边游泳，还有手做 DIY 做纪念品回家，还有红酒，红酒无限畅饮，帅哥，你的酒来了，帅哥，红酒无限畅饮是自己带的啦。啊，漏三点，哎、欸，它会变红色的，点点也变红色，它点本来是黑色的，然后走了又会变红色的，哎，这三点线那里，第一个呢？三点线那里，哎，我加我加，这三点线那里，第一个呢？哎，这三点线，这个不会吧？那要不要再来个两只，再下一下？你可以像我们这样，先去市场，然后买个6只，然后来这边丢下去，很好吃，专属于秋季的幸福感。红了，你看红了，红了，红了。三点的肉很多哎，有一只要上来了，它很肥的哎，那它肉太甜了，又细致的，嗯，又多又细致又肥美哦，这个肉来吃太赞了哦，我马上来加。哇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肥包包又咪咪哇，哎，他卖我们好便宜哦，6只卖我们1100哦，嗯。对，很刚好。你要去跟那个老板凹，那他1斤450嘛。嗯。然后6只3斤是1350，你就跟他讲1100，他可以卖。好好吃哎。下面的大家赶快吃哦，都好了。我要下龙虾了。耶！耶！耶！哎，可以吃了。连我都吓一跳。他是因为我们来特别为我们准备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没有，他们这边就是龙虾是标准配备。它这里啊，有一排细细的刺，你要先这样，把它抿掉。嗯，海鲜小酱酱。对，果然是海女出身，海公主。抿掉海边呢？海边看啊，整片可以吗？哎呦，它的刺，它排斥在中间，这里还有一排可以吃，左右各两排。他好专业哦！对呀，马上找我代言海鲜吧。对呀，终于找到你的用处了。蛋炒蛋啊，是最好吃的啊。蛋炒蛋。高粱酱蟹你们也没有吃过？没有。超级好吃，高粱酱蟹。我在那边当了2年兵，我都没有吃到过。对，然后罐头猪肉炒饭。罐头猪肉炒饭，然后蚵仔干炒饭，这个也没吃过，没吃过。我有时间了，3天2夜 OK。可以去3天2夜，2天1夜。1锅炒90%，这喝的喝的很爽，哎，调酒90几度呢。然后你们要去认识那个酒厂里面的，然后哎，上高层的，他才可以带我们去喝那个一锅。我希望你帮我达成这个愿望，一锅炒。我们要不要被大家看到？我们粉丝赞助猪肉炒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期待吃的，既然都拿来了。哎，大家吃的有爽吗？有呀。这么快啊？设备那么好，这么快就要煮了？这里设备那么好，旁边又可以泡汤，总是要有人负责吧？对。自己抽一张，一起最大，老二最小，抽到最小的，待会去泡汤。哎，我抽了2张哎，最恐怖的是连阿嬷都要抽，爽吗？神经病，什么神经病？你也是有市场的、啊，抽到最小的就自己那个碗筷收一收，还不能看，碗筷收一收，然后自己去泡汤了。牛奶先开，我超爆大，好，给谁看？给谁看 ？K 五很大，哦六，哎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来了，哎呀，哎哇，皇后皇后，睡，阿嬷 ，K， 好啦，哎呦。哦 ，S，S， 哇 ，Oh my god， 换你 ，S 最大，换你，你的牌，什么东西我没有玩，啊，你力量最强，哎，哎，力量最强，哎，喜欢围巾的，喜欢围巾的，有机会了，哦，换你，啊好，目前最小，1、2、3。不比发射，重抽2个小，我们小心脏跳好快哦。换我，怎么这么会抽啊？2张3，大家一起来进去。不会手抖哎、欸，不用手抖了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不用怕。老二，一、二。
三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有没有？你看吧，通常讲的人就是他。好了，哇，太好了！如果大家有看到55届金钟奖颁奖典礼的话，在红毯上，那个当天晚上红毯第一帅就是我本人。请 Q 照片，请 Q 照片。对对，看一下，这张也是，这个也是，怎么差这么多？全部都是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的穿回来，这样。但我现在我没有办法露脸，好不好？让大家失望。这个大概是我今天，哇塞，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失望了。这不是你刚刚说的炯炯有神吗？炯炯有神，太有神了，太有神了。大水，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红毯第一帅，谢谢。这个水可以不要弄那么烫吗？然后是三点线啊，我新线，我是两点线，谢谢。会员影片是有值得的才放会员影片，这种人应该不用放吗？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你要露点才有会员影片呐、啊。对啊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画面是要付费才有喽。一二三。现在出的这个任务呢，是搭那个。营区烤肉完之后呢的甜点，这个我们没有来拍过吃过，所以呢没有，是你没有来啊？浩子有来过吗？你们没有来。对啊，社长有来过啦。所以呢，到底什么仙草到底有多厉害，真的还没有品尝过。刚刚只下午只喝到饮料而已嘛。来了，我们来哪了？十五碗。请问一共留了几碗啊？这边有18碗。你18碗了、哦？有18碗，那个团队下午得知是15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拿个人拿三碗走，没人知道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什么是端成这样？为什么？这是仙草吗？对呀、啊，仙草为什么可以做的这么端？我们下午已经问过了，他熬了2天。还以为它是冻状，以为是冻，但其实完全不是。它叫布丁，它就叫口感上布丁。哦，布丁还算扎实，这个比布丁还要水。你说豆腐也不行，豆腐还是有一点，有点硬。哎，还是有这种块状的。它不是，它比豆腐跟布丁都还要水哎，好好吃哦。你们为什么没有开分店？浙北有，浙北是。我在你浙北哦，看完刚，还不是看场地。在场地，浩子说要去找。甜点时间了，耶！好耶！好耶！千呼万唤哈！哇，冰好，老板娘都冰好了。设定好了，来哦，这一下不是别人的了哈，是我们定的哦。好端哦！哇！熬2天了，它这是一个固体水的概念，放在这边这样压，更清楚。它没有办法立起来啊，它会一整滩，对啊，变成水，对，哦，它会变真的，对啊，它会一整滩，就跟我们今天在那个饮料里面喝到的一样，好嫩哦，好嫩哦，好嫩啊，哎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啊，好嗨买啊，是不是好厉害？只有一碗，你只有一碗，我竟然没吃过，哎呦，老板娘在等你买地。嗯，他刚刚有说等你投资啊，等你的资金到位。我想要他仙草楼的扛棒，所以以后他就不叫龙仙草，他就叫一帅仙草。两点谢谢。仙草两次，好美哦！我这样更好，好好吃啊！好好吃，还行成这样啊！我跟你讲，加仙草又变另外一个一种料理了。好好吃哦！他下午吃自己人生第一口的帝王蟹，嗯，好吃哦。这样他刚刚好早哦。那仙草味现在舌头会回甘，嗯，真的是草的那个味道。而且我奶精让它变得更浓，嗯，更浓郁。这样，要加奶啊！两点蟹仙草布丁好吃，那你两点哦。你加盟了啦，感觉是很糟糕的仙草，很好吃。
朋友，不要吃饭好不好？你讲的没的，我来买这么久。哎，我。不敢生价。来，万里多了一个必做的东西。真的，我刚才跟虫子讨论而已。我想问，你在哪里没仙草？干嘛一定要拍这个仙草？才知道它的厉害。难怪你一直坚持老街可以不去，但是是仙草固定要吃。肯定，而且他明天公休，是最后一天耶。还好下午，感谢下午的自己呢。啊，好热。两点是仙草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哥，老板看到这个会开心吗？来录起来啊！哎，早安，吃早餐耶！很舒服哦，早餐送到外面来，挺好的。哎，录影班那么性感哦！哇塞！哎，没有啦，我换衣服了啦，飘背了，飘背。哎，老板，无咖啡。啊，无咖啡啊！无咖啡啊！无咖啡哦！你来来咩啊？你？你来无咖啡？刚出现，哇！你那也无咖啡啊？哎，咖啡啊？无，我再喝了奶茶。你喝奶茶？那当然有咖啡。我以为他们这边会有，哎，那两罐是昨天的，是？这个咖啡。今天的计划是？今天的计划就是早餐就吃到11点。哦，太好了。那11点半吃午餐的。那今天最后有一个那个重头戏，就是我们要第一次全员到齐拍家族照。哦。下午的时候 ，Jessie 也会来跟我们。对。啊，他愿意了。也没工作了，没有钱赚了。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我们约下午2点多去摄影棚要拍照，然后他现在早上到2点之间，他接了一个工作，好接，他接这么紧，这很会接，很有这么好接吗？我昨天也得知到消息，哇，有这么好接吗？所以我们所有人当中他工作量最大的，工作量最大，辛苦了 Jessie。他这边呢就是装潢的像海盗船一样，然后让你有到游乐园里面一个主题馆的感觉。那这里主要就是吃什么呢？吃大饱的火锅，没有在这里住宿的也可以来吃。大家最近有夸奖说最近收音都改善了。从一开始的毛毛球，我们1对8，一对八，我们有八个人吗？你那我7个人，成长速度对呀，细菌繁殖还快。你刚刚那个去，我一台摄影机没搞啊。现在家去哪里？没磨到了。收到，收到。伊遐可能问公斤嘛，要几多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天有那个什么记者要买伴手礼给记者。哦，哎呦，有记者要来采访我们。哈，他突然好红哦。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金包里老街。我们原来今天来就对了。对，都没有人，非常自在，非常自在。都没有人，他是都没有开哦。这老街200-300年，300-400年呢。以前这边是移民最早的，在清朝时期。漳州人就来这边了，然后因为这边又有什么港什么港这样，所以他开发比较早，所以就有老街。哎，燕军呢？哦，这是燕军的燕府，燕府。哎，燕军还燕府？燕府。这两个怎么长那么像？是燕府，这是我小时候拍的。真的？你小时候？我的第一集《时尚玩家》这一集是我拍的。啊，你的第一集《时尚玩家》？哎，燕军对，这是燕福，这个是燕军，燕军在旁边，燕军啊，你们为什么要来人家店讨论燕军燕福？这么好吃，这个花生香很香。很多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麻辣 V 老了，就是这一种。超好吃。大胆你啊，跳鬼啊！跳鬼啊！好好吃哦。我请你点粉丝。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吃的。因为好想吃粘牙的，这比较粘一点。这粘牙的，嗯。我今麦就闹着玩。鱼冬粘牙好好吃。记得吗？好像我来过，你还没有变帅的时候。那时候准备变帅。现在老板应该认不出是。有红签吗？你好。好，谢谢。嫁来这里的。我这个，对，我嫁来台湾。你嫁来几年？我嫁来4年。4年，我也差不多了。你故乡哪里？对，越南嘛。越南哪里？西宁，一瓜达西宁，北修，福建闽修。啊，隔壁的哇，来，看到什么？白香，你们有姐妹脸呢。
大家介绍一下店，然后他翻译，哎，你介绍，随便介绍你的店多久啦，什么什么，介绍看看，用越南话。啊，店面嘛，对啊，不愿意钱，我来买一下。哦，他说这家店开了呢，哎，居然可以看到这个红毯一帅，他第一次看到。哦，最近特别还准备红毯的，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讲错哦，我店里开了四年多了。他开四年多了，还有还有，然后很幸运啦，都有美女，然后真的有了哦，很多美女，然后帅哥，很有名声的来。刚刚最好讲这么多了，对啦。他是台湾人，他刚刚变美的。他是台湾人，哦，他口音有没有？这个空心蛋，我给他万里的闹比灯，又臭又香。鱼露味好。哦，来到东南亚了，耶！真的是泰国。哇，炒泡面，第一次看炒泡面那么澎湃的配料的。啊，你们的主菜来了，主菜来了。哇！哦，原来海鲜平常有那么大碗吗？啊、这一碗多少钱？一碗哎，这个是赚钱。有啦，多多少少有赚啦。速度快一点哦，嘿，你快一点，我单独付你啊，嘿。阿妈，谢谢。你的。哎，大姐，阿妈每一颗都那么大颗哎，太大的肉。你看，肉满出来的蛤蟆汤。好像陈木青的眼睛哦。啊，来你，来你。对，就是微酸微酸的，而且甚至这个，我觉得那个奶香也是有的耶。对，有椰奶，有椰奶味，椰奶味的这个东洋咖喱耶。是谁点的？太好吃了吧？他点的，好厉害哦。点，好好吃哦。点菜担当，他的海鲜是一定是那种他有认识的人补给他的，我一吃就知道了，这不是菜市场买的。他那个蛤蜊啊，新鲜到那个肉质像在吃沙西米这样，对，像是刺身哦。困在台湾困太久了，偶尔来个这个异国料理，哇，真的可以满足一下那种小吃的欲望哦。忙什么？忙什么？啊？拍照了。忙着拍照啊！我看耗子很辛苦的拖着行李箱，其实他只要带泳裤来就可以了，就代表他了。哎，他现在是第一帅。你在讲什么？我现在慢慢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穿回去。第一帅，第一帅。谢谢谢谢啊！一肩扛起就是。一肩扛，对对，颜值担当。讲了快二十年了，终于成真了。这个阵仗术有点不得了的感觉。好像真的是一个偶像团体这样哦，准备要出发的感觉。我们如果啊一个月啊收入50万，就帮他们出单曲好了啦。你看这个是有实力，跳一下跳一下。你昨天在哦。我也下来。哎呦哇塞，性感路线。看起来够袂歹哦，嘿，哎呦，跟你睡醒的时候是两个样。他叫小屁屁，你们又叫他小屁屁。对，总共是3杯。他叫臭屁屁。这是我们御用化妆师，他很凶的，很会打人。化妆，那他有要用头发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他很会用头发。那浩哲的头发需要怎么弄吗？他要中分。这个中分，他中分。当然。哦，一二三。哇哇哇！好湿哦，好湿哦！哇哇哇！脚踏一人，脚踏一人，哇塞！好厉害哦！看到没有，我们的祥不董事长完美的诠释90年代偶像该有的姿势，全部都摆出来了。他刚刚姿势带一点林志颖、郭富城、钟汉良的味道。认真认真，可以笑一点笑一点。啊，这个可以，好可爱。红毯第一帅。这一题大家都得分呢。
队呢也非常谢谢你们，因为他们第一次这样子，所以他们有准备个东西，哎、欸，拿一下，拿一下，送给两位，送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出外景的时候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怎么这么可爱？还有那个啊，摄影师也有，哎，摄影师也有。麻辣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给他练啊嘞，加感谢很多人哈。这两位是来自于我们重金礼聘啊，从那个日本请来的化妆老师啊。哇塞，真的走国际路线呢。我们那时候算是下重成本的。对呀、啊，重点你从日本来有先隔离啊。没有隔离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没有啦，他们两位日本老师都已经在台湾很久了。谢谢你们的帮忙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好好介绍一下，金钟第一帅的巧手有没有？因为他的巧手才有金钟第一帅的存在。你看，哇塞！金钟奖那天，我们第一帅的妆就是由他画出来。你看，哇，都飞起来，对。你要帮我按摩？对啊，有那么好？最近睡得有点紧，不会。这样，然后这样。等一下哦。哦，这个好哦。哦，我要再大力一点。啊，等你骨折了吗？650。嘿，650。45分钟650。啊，好。舒服。啊，那个柜台结账。啊，哎，请杀。请杀。秀哎。